老陈，你今天很是大方哎，居然请我们吃自助餐。今天是盛哲的首演，当然是要庆祝一下啦。哦、当然。下次有这种好事记得早说啊！我要是饿一天进去，保证吃的老板想哭。不过老陈，你吃了两个小时，居然一滴水都没喝，我也是很服你啊！你真牛。到底有什么秘诀呀、啊？快说！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！你摸摸右下颚，有没有突突的跳动？对，赶紧去吧！快去！去去去！快呀！我不敢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好像有只脚啊！
脚，这个是圣哲今天活动用的人偶道具。道具啊，还挺迷真啊。做的特别好。道具。那个东路啊，那个你这太辛苦了，巡逻到这么晚，赶紧回去吧。对，辛苦了辛苦了，回去吧。景之，你是在关心我？啊，景之，那我现在就去你们那儿多买点东西，多买点。哎呀，东路啊，那个你需要什么？干嘛那么急呢？那个明天。千羽给你送过去，我送。哎呀，不用啊，不用送，我去你那儿顺路，我现在就去买东西，不用送啊，我去买东西，随时都能买。不是，那个我开车，你们跟上啊，跟你了，跟你了，跟上啊。我怎么办呀？我好怕呀！是。冷静，我们可以的，保持冷静，没事，冷静，开车，走，跟上啊！哎呀，走，哎，来了！锦之，我真的是无论什么时候看你，都是那么美，都是那么好看。李叔，我已经帮你把车倒好了。什么情况？吓我一跳。坐得好。哎，你们今天怎么服务这么周到？还有金枝，你从来没有这样过。怎样啊？你竟然送我出门啊，金枝！我真的好感动啊，好感动啊！我是关门打烊。那我也好暖心，我真的好暖心啊，锦之。你赶紧走吧，再见。锦之，哎呀，求你了，大爷，你快走吧！哎呀，我求你了！哎呀，这么晚了。哦，走，走，快，走，我走了，锦之。拜拜，走了，锦之。啊，拜拜。哎呦！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送他去医院啊！我们付不起那个医药费呀！这个车又没有上保险，那也不能把他放在这儿等死吧？那，我们送他去医院门口啊！送到医院门口有医生接手，就没咱们的事了。反正先把他送过去就对了啊！对。